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暴力对决，关家方兄弟团队对战方是紫禁城，双方之前也是打过一场的啊，紫禁城输了啊，然后还有第二场比赛，开场第一回合直接杀挂神死，小草没挂中，但是有一个血神木被控了。哎，这场比赛对面女儿是拿到了一速的，开了大花卡，开场又神马宝宝。那兄弟这边也是发现利普多确实跟他这个团队比较契合，所以这边也是在招这个利普多啊。狮驼都不要了啊，改招利普多了。对面舍身取义，保了一下自己的女儿村，防止关家方开场就把对面女儿村给干掉。或许这就是没点死呀，然后再来个大金稳得住，血量就差那么一丢丢了。女儿村再来一个大金提火保一下地府，观察方小死亡再来还是没有挂中。哎，这化身是有东西的啊，再招个虚弥破163，这个时候虚弥就比瞬击啊，瞬法就比瞬击好用。之前跟兄弟们聊过，就瞬法人家有机会触发法连，但瞬击它是不会触发连击的，这样破163你会更有性价比。对面也是反点关的方利普陀，但是也是小锁没中啊，对面也开始进行一波反点了，一味的防守迟早要被兄弟这边突破进来的啊！你杀我不如我杀你吗？小死亡，今天兄弟这地府不对呀，连续的挂不中，哎，以往兄弟这地府你就是金青完了他挂你都挂得特别准呢，今天有失水准，再来把剑一连星直接开始打面伤了，有金身打了一滴血啊，又有金身，叶罗刹已经全部被清干净了。这兄弟今天这开场太不顺了，再控一下血神木，金刚拉上小死亡，哎，这回是挂中了，哎呀，终于是挂中了，换虚弥。大唐是不带发放灵石的啊，所以说点杀的时候也会相对的容易一些啊，换个虚弥啥的也是有威力的，贴保护死不掉啊，不贴保护的话还能打死。贴保护打不死，下回合关家方这边还能再补个刀，当然对面的宝宝很有可能还有卡纳金呢。来一个大金，对面女儿再卡一个大金，就是关家方打了五回合，这愣是一个人没点死呀。再来一个血雨，两个血雨终于是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操作啊，强行把对面的大唐给点死了，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回合了，
相比于熊弟以前的一个节奏啊，这个节奏慢太多了。好，那这利普多亲宝宝还是厉害的，直接就好疼。哎，这神灵一直这么群秒，感觉关灯魂压力也有点大，化神色还得给自己先舍一个。神马宝宝效果消失，对面女儿依素已经没了。花神色先舍了雪神木，白文侠没人中，再扔个无魂，瞬机来了。还真舔过来，看一下下个回合，两个血神木都不休息了，再舍一个血神木，两个血神木都能血雨啊。对面女儿村现在有纸儿，万丈荒点谁？点地府或者是神木灵，化身死不好点。场上有一个沙粒屁，就万丈荒三号位啊，应该是一个沙粒屁。化神色肯定不好点了，再设一个血神墨，小死，哎，扔了无魂了，难道是真的继续点化神色吗？亲宝宝了。亲宝宝了，哎，又飞了三个宝宝。战力批也是继续啊，他不点杀缓了一缓，那你这他一缓就是两个回合呀，因为你血什么要休息的，上个回合不点，这个回合血雨扔完了他还是不能点，接着找宝宝。对面大同也可以站起来，孩子换出来，人拉，但是化身色又不争气啊，起个纸儿，关灯荒这边还能接着点对面的大同关，下个回合可以接着点大同。这口血没活出来，再来个回春。小死亡接着点大唐，正好赶上一把金青，干了个尬，又把大唐给弄死了。现在熊弟就没有太好的一个目标吗？强拉起来，化身色，火上一口血，完美。这马上对战方就可以点过来了呀。现在感觉兄弟这边点谁他都不舒服啊！你说这不处理这神灵，神灵一直搁这龙三位啊，一直搁那秒秒秒。你也受不了，点那三个你又点不死，也只能点个大头，哈哈，这就没有别的目标了。
和何良选什么休息？无间地狱。孩子加完怒号直接换虚弥，对面女儿没带法防灵士，怎么秒这么疼呀？再换。小死亡挂中对面，可以反点。3800开刀，因为没抗性啊，血量虽高但没抗性，很疼。再加上血神木它不带163呢，点起来也会没那么多的意外因素吧。孩子直接被敲死。4500，怎么令佐？哎呦，这无间地狱开了打得好疼啊！秦三爷，把血神木再给你送走一个13000。哎，对面女儿肯定没有带法防灵石，这秒过去真疼。没舍自己，小死亡他又没挂中，死于神香，控住另外一个血神木，那你这就不用点了呀，再来一把金青呢，挂不挂得中也就没关系了。好疼。化身寺刚才舍得血神木，所以自己被秒死了。手抓。杨护赶紧换，化身寺身上现在还有两回合的，还有两回合的一个大锁，再杀这个利普陀，直接切掉转圈圈。那关良峰这边就还得换一个杨护啊。风卷残云。神木林今天是无压力去秒，没人管了。哎，主要是前期点的不太顺啊，打着打着就没有太好的目标了。换一个杨护，血神木一把慈航，就起两个。您看这神木林真的是无压力去秒，一把无间地狱开的呀，对面都开心死了。又是一把慈航，血雨这不。毫无意义的一个血雨啊，真的是毫无意义的一个血雨。摄魂给上，再杀化身寺。化身寺刚才吸了两个大死亡，现在应该是有九回合的大死亡。十回合的大死亡，十回合。那兄弟打到现在没了呀，这就没法打了。其实前五回合也能看出点端倪了，前五回合
连续四次点杀失败啊，也能大概看出点端倪了。哎，这玩意儿真的轻抹不太舒服。结束了啊，结束了，没得打了，死好也没用了。小死亡再把地府点了，又敲掉一个宝宝。对战皇可以再开一个无间地狱，再给他把这无间地狱给他续上。流云补上，出个马再补个流云，把一速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再扫掉。那男人今天来刷数据了吧？沈木林这场比赛啥也没干啊，就搁那面上了，躲在那个犄角旮旯里啊，也没人管。静听，结束了啊！感谢大家收看，没有点关注的记得帮忙点个关注啊，兄弟们，帮忙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上巨剑。